就是刚刚取到我的新的球杆，然后还送了我一盒。然后刚刚这个球杆呢，找地方放它的时候，它居然被风吹倒了，天啊，可见它好轻吧。开心开心，回去给大家录开箱。手柄还是蛮好看的，写的 Alflex， 然后它牌子，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个蓝色的。然后也有验证码，这写的。这个呢是一号，你可以隔着屏幕感觉一下，它真的是超轻。OK， 我现在把它的袜子都拆完了，然后我们看一下。这个是五号木，这个是六号的 hybrid， 还有五号的 hybrid 和一号，他没有写说他的 loft 是多少，要去查一下。Not that I know how to play anyway yet. OK， 这是七号，刚刚已经给大家看过，然后这个是 sandwich， 这是 P。九号和八号，然后还有一个帕特，刚刚看了一眼，还长得蛮好看。刚把这个头给拆了，近距离能看得清楚吗？这七号杆，然后这个手柄也是刚刚拆掉的，就是它还有一个橡胶味，现在还蛮重的。这个握把我刚握了一下，还蛮好握的，就是它还蛮防滑，然后蛮舒服的这样的。就是今天的开箱，这一套是 Cleveland 的 Bloom 2021年的版本，它好像是二月底要进新货，所以剩下的库存他们现在就在清仓卖，这样子也不是叫清仓吧，说是 on special， 但是我不知道它原价是卖多少钱。但库存也没有很多，如果有兴趣小伙伴可以就是联系一下 Golf Warehouse 看一下，就是哪里还可以调货，或者你可以上网买这样。但是如果去店里面跟他 order 的话，他会比较快一点，因为我是周天去的店里面，然后没有买成，他就给我订从那个Lower Hutt 发过来，就是 Wellington 发过来这样子，然后今天下午就取到了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拜。